感觉苍老了十岁。实话实说，我本来不太想喝酒的，就是因为最近事情特别多，烦心事多，想的东西也多，不然的话我是真的不想喝酒。而且明天早上起来换一换喵，还得去扫墓去，也睡不好。哎呀，事情是真的多，烦死了。扫墓咋的？冬至我妈入土，我妈是疫情以后走的嘛，就是冬至嘛要入土嘛，就墓碑买好了，落葬落葬落葬，所以明天必须得去。所以明天得早上很早爬起来。在保生，我妈落葬这一天真的是白提都过去，我怕我妈真的跳出来抽她跳起。你就自己在工作室该干嘛干嘛。老人在泉下有知啊，清静一点。王琦一起埋了黑土，就让他在工作室。你放心吧，阿五。我应该是不会阳的，放心吧。我身边前段时间前几天跟我接触的所有的人都阳了，就我没有。我觉得我应该是不会有问题。我有可能变失无症状，还真有可能。喂。
哦，啊，够弄好，弄好，弄好，弄好。哎呦，我老酒吃多了，老酒吃多了。哪个？啊，来了该，来了该。哎，没关，还开了点。嗯，哪个？你发微信我。啊，好好 ，OK。对，说这样，但是其实各位说实话啊，正常情况下我应该养。车模今天发了一个消息给我，怀孕了，怀你妈，怀孕两条杠。而且那个女菩萨也两条杠，跟我身边接触的女的都两条杠，所以我他妈的觉得我很奇怪，为什么我没有两条杠。我抗原每天都做，我每天做的我都是正常的一条杠。真的是一点问题都没有，你不说奇怪吧？难道跟我喝酒有关系啊？应该不会吧。我也是一针没打呀，大哥，我是真的一针没打。我到现在一针没打，我生病而且都阳了，各位我没事。牛皮。啊，我牛逼吧？
而且你们看啊，我天天在外面跑来跑去，我天天在外面跑来跑去，酒吧我也去过，到吃饭地方我也去过，但是这段时间 KTV 也没什么去，对吧？我该去的都去了。很可能我是天选之人，我告诉你们，在上海的水友有福了，你们刷一个火箭，我跟你舌吻一下，我把我的那个唾沫啊基因传给你，你就免疫了。你刷个火箭，男女都行，无所谓了，好吧？男女都行，你们刷个火箭到名府路80号找我舌吻一下，我吐点口水给你，行不行？我让你也免疫一下。一个火箭就行，一个火箭就行。明天休息，不练身体。啊，胡斌，你那个是不是阳了？胡斌，这段时间找你出来，你为什么不出来？你不会阳了吧？我告诉你，阳表姐肯定阳，而且肯定是表姐传给你。表姐是传谁传给她的，我不知道。我上个厕所。
绿毛要是有什么事情，老吕一脚把他踢出门外，妈的！老吕他妈上有老上下有两个小，妈的比我还要狠，真的。绿毛有问题，老吕一脚把他踢出去，开玩笑呢，老吕盯得比我还要紧。我这现在工作室不太去，老吕天天在工作室，妈的睡在那边。他他妈要是阳了，老吕第一个把他给踢出去。别急，可能你先阳。我要是先阳了，我他妈到你床上吐几个口水。我到你那个按摩床上吐几个口水嘛。我要阳也是他妈拉着你。你放心吧。王琦最近有点膨胀，因为为什么他膨胀了也可以理解，因为他在地铁公司上班了，一天200块钱工资嘛，一个月7000，他有点膨胀，对我已经有点出言不逊。其实我觉得相比较来说，红毛我倒觉得蛮喜欢的。而且我爸说了，以前看红毛很讨厌，现在看红毛反而觉得顺眼一点，觉得红毛这个人还不错。全叔也是咱们直播间的老观众了，他本来觉得他妈的绿毛不好，现在他觉得红毛反而不错。其实我觉得红兵啊，我分析下来，除了他妈的在女人面前有点过分了，他本质上面来说，他对兄弟对男人来说，他倒真的是啊，很贴心，很忠。在女人面前，他永远是个失败者；在男人面前，他倒是来来吃吧吃吧吃吧。你不了解红兵啊？红兵他妈的。人背后说别人坏话的，说不定也在背后说你的坏话。这个肉你拿去烤了吧。别人用过的啊，刚才来了一个，你收点哈。来这个，来发个朋友圈。
什么？发个朋友圈。给我爸妈看，感谢老板请我吃烤肉。我没养，各位别乱说。我今天做的、昨天做的都是鸡腿。我不能养，真不能养。要赚钱不能养，要卖课也不能养。上班卖课，所以就是周末愉快，各位老板，这是周末愉快。我刚才打扫卫生，回去再整理一下。我要做事。方队长，别忘记了啊，给你插口袋了。要做事啊，各位。要做事的，这个白痴。吃呀，你戴着口罩吃个屁啊！不是，还没烤好。这个肉可以吃了，方队烤好了吗？冷了，一起烤。感谢大家。要做事啊，现在不做事不好意思吃了。对，我这眼镜还挺大。昨天你跟旺仔白后来聊什么东西了？聊什么也不能，没聊什么。是啊，我这个是个人隐私啊，为什么要在直播间说呢？你说是不是？没聊什么呀？那吕哥、郭勋不也在呀？能聊什么？他们俩不在吗？说不定我还能聊点什么的吧。哎呦，人多啊，不好意思的。那说聊什么，也就是随便聊聊。聊什么？没聊什么。聊了呀，肯定是我说话，他肯定是理的呀。为什么不理？我又不是坏人，我出于礼貌也会理我。我肯定是。地铁公司上班什么时候发工资啊？啊？一般是15号吧。现在是15号。15号。嗯。工资发了，准备怎么支配啊？给你刷个火箭，然后还信用卡啊，然后看留点钱吃饭，或者就是说买点冬天衣服嘛，太冷了。然后给旺仔白也刷一点，主要是还信用卡，大头肯定是还信用卡。他那个乘务员还有助理呢，这么牛逼的，乘务员还有助理，什么意思啊？乘务员还有助理？乘务员还有助理？啊，对啊。叫做乘务员助理，欢迎堂堂。欢迎老朋友。乘务员助理的话是那种，就是50多岁大妈的，就是乘务员助理。乘务员都有助理。你的肉焦了。乘务员还有助理。月底元旦之前没人续课的了吗？不知道呀。你想办法呀。在想，在等那个女的先阳，先阴了再说呀。她是阳，我怎么叫过来呀？你核酸检测给我看看，是24小时的吧？看了呀，我朋友圈都发了呀，你给你看一下，是24小时，我妈两天都做了呀。就那个妈的混管是带复核，我操，害得我。妈吓死了！带复核啊！前天大前天带复核，妈的吓都吓死我了！幸好昨天和今天检测是阴性，只能做单管了，混管不敢做了，因为阳人太多了。这10个人里面有一个人阳，他妈的就带复核了，烦死了！因为要查是哪个人嘛，对吧？我让你帮我带抗原，你带了吧？
没听到、啊、你个逼是真的是他妈的没脑子，整天想着他妈吃烤肉抗原都忘记带。不是啊，你什么时候说的？我怎么知道？我直播间里说了呀。你应该发微信给我讲的，因为直播间我有时候没网，我就或者出来了，对吧？很遗憾。我是吧，我感觉。我说我看着你好像，我关注你那个号，我一直在。苏磊，有句说你也挺废的。对对对，我一直关注你，这个一直在看你，看的好眼熟的。对对对对。你发微信，你发微信，你发微信，发什么微信？这个号。哦，我应该发微信给你。我在直播间说了，你没听到？不是，我不跟石哥拿着直播间，我要出来呀、啊！我出来坐车呀、啊！我看车到没到？我要上厕所呀、啊！工作室的抗原很多。那个阿黄那个买了很多那个抗原和那个，但是有人说莲花清瘟，你抗原没有二维码。然后过两天他又买了一箱的那个叫什么药，布洛芬啊，给我给一点呗，我备一点好吧。布洛芬给你个屁啊，你要布洛芬干嘛呀、那个什么莲花清瘟给我给一点。我们五号买药都是买一箱的，买了一箱的布洛芬，这两天到。不是，我说备一点。其实莲花清瘟和布洛芬啊，我是这么认为的，就是你如果是真的是发烧了，或者是你四肢酸痛了，我觉得莲花清瘟是没有用的，还是得吃布洛芬。就是你肌肉酸痛啊，身体酸痛，包括你发烧，布洛芬是真的有用的。莲花的话相对来说就没什么用了。那个是中成药是吧？见效慢一点是吧？西药可能见效快一点。对，止痛药。所以我觉得你们要备的话，还是家里留点布洛芬会比较好。网上买吗？不用买的，可以痊愈的，只是说难受一点。靠免疫力杀死你。哦，那个香玉发了个消息给我，其实他说那个叫做伊比益的那个日本的那个止痛药也不错，我包里面有那个伊比益的。就是进口那个止痛药一比一，这个我有，我包里面有。正好是前段时间刚刚买，因为我有的时候喝酒喝的多啊，我会头疼。那个一比一我买了。一比一买不到了，但是我有，我包里正好一盒。阿拉片没用啊，各位，阿拉片什么用都没有啊，有用吗？啊，可能有用吧。谢谢知梦的五张办卡，谢谢知梦。哎，一比一的止痛效果是真的不错，有一说一。我喝酒喝多了，喝急了嘛，第二天头很疼。谢谢知梦的十张办卡，就是我一吃两粒这个一比一啊，第二天就好了。这个止痛效果还真的不错。能不能退烧我不知道。那我是喝酒喝的头疼那个吃的，退烧我不知道。一比一止痛退烧了是吧？啊，那就有点。这个又不是天天吃，我靠。吃什么？对啊，如果叫慢点，
哎呀，哎呀，我吃的药都是止疼的，就是有的时候酒喝急了我会吃。其实感冒药我倒真的很久没吃了，就是那个大前天我一下子感觉到不舒服了，有点发热，我就吃了点莲花清瘟，就是想预防一下。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是最可能就是头疼发热了，但是说实话我没有，我到现在挺好的。所以目前感觉哦，各位，我应该是不会再发热了，应该是不会有的。欢迎姑姑，欢迎老板，欢迎。好像止痛药都有退烧的效果。是吧，不然我也这么觉得。就是你想想看，我身边这么多人阳了，就是我没阳。我感觉我相对来说抵抗力还是比较好，但是这段时间我穿的比较多，就是尽量让自己少感冒，穿的还是比较多的。你想看我这么厚的一件卫衣，再加上一个牛仔裤，建议大家这两天，因为上海据说明天已经是零下了，我可能里面还要再穿一件，零下的话就再穿一件。欢迎黄毛帅哥，今天那个薛总没联系你啊？我问你，薛总干嘛去？好，谢谢。你问一下。他跟我说要你探店。什么？他跟我说叫你跟他去探店，探什么店？我讲。你让他给你看什么店？现在去探店。没有，探店没有。他可能说明天吧，他今天没来找你。明天我妈落葬。我跟他去探店，看墓地啊。明天他家里有事，你后天再给他。你明天别找他，明天不在，他今天都是休息在家里。我跟你讲说，我说你明天家里有事休息。你要找到的话，后天吧，你问一下吧。不是。问题是，你先问他呀，后天。他探不探店，我也不知道。毕哥，我不舒服。什么不舒服？你实在不行，你刷点礼物再问他。可能我阳了。你要是阳了，第一件事情，你到民福路58号把王琦约出来，在外面抱着他，不让他走。就像上次你打架王琦抱着你是一样的，是吧？谁阳了？你把王琦叫出来，你抱着他。不是谁阳了？薛总阳了。那这你阳了你就别来了，小心有的赶你出去啊！千万别出来，别来了。别让我，我现在要上班要赚钱，现在我先不能阳。你看这么阳。他昨天晚上没跟我借一下，没有，别乱说，前天。啊，不会吧？你不用借不是吗？你别吓我。
没关系，我身边确实养的，没关系，我已经习惯了。这个你找他别在工作室找，你们两个约个地方就行，不然这个他那个宇哥的事儿。对，你杨云很正常，今天就看足球，他妈不养谁养。哦，你说对了，这个逼他妈的天天探足浴的。对啊，接触人又多，那些接触人也多。这倒是实话，你他妈不养谁养？对啊，这个比那个比 KTV 还狠。啊，不，差不多，那边差不多。你先那个别急下去了，你先缓一个星期，一个星期没什么事情，你再出来看他那个。你要接福吧，不要害人害己。你先在家里隔离吧，自我隔离吧。或者先做个单管那个核酸去。共管的话很麻烦的，里面只要有一个人阳，你就。那个带复核，而且要等，很麻烦。我估计今天淋雨了，头疼。不是，你要是我没跟你开玩笑，你要是真的头疼啊，70%-80%你就阳了。嗯。这个和淋雨没有关系。70%就是阳。我发现阳了的人头肯定要头疼。因为我同事3天前阳，我上次和薛总吃饭是几号？是不是昨天啊？昨天不肯定不是，那是前天。啊，吃饭还好，你跟他没有近距离接触都还好。吃饭他妈的还不叫近距离接触？不叫，暴力起就近距离接触了。吃饭都还好。哎呀，早晚都会阳的，对，早晚都会阳，这只是时间问题。我现在不能阳的原因是因为我现在要培训，对，我培训完上岗了，我阳了我也不怕的，反正过年别阳就行，过年别赚钱，然后那个元旦别阳就行。他说昨天你也跟他碰面了，昨天我跟他碰面了，嗯。昨天我没跟他碰面，他跟老吕碰面了。碰面，在碰面。万白来，他也在那里，他在下面跟你说话呀。哦，那万白也完了。对啊。那他妈万白也跟他说话了，你也跟他说话了。没有，我离他比较远。我是背对着他的。嗯，我没对着他说话呀，那我没事。我跟你说，你薛总，你这样，抗原去做一下。这次要是做成2条杠，毅力健身团灭就是你负责。老吕他妈的把你鸡巴都给扯断了，你信不信？你可别来了，薛总，别来了，你一天妈到。你快点去做个抗原去。你很可能搞到我们毅力健身团灭，是吧？我昨天不是说了吗？我说你不出24小时核酸码最好别进来，我昨天说过这个话，对吧？把那个门关上，门死。以后别来了，薛总，你这个太危险了。看着高危的。别选这个，因为它是要通风的。帮我烤一份剁椿鱼，老板。因为它要通风的呀。这是剁椿鱼是吧？剁椿鱼，烤一份剁椿鱼。好的。反正过年前，就是3分之前可能就会全民免疫，所以我们一般要得的话也是3分之前左右得的。
这你就别看见了。你现在每天去之前，你到医院去做个单管的，那个做完了以后啊，没问题，你再过来。啊，王权。啊？你到医院先做个单管。我知道呀，我每天都不是坐是地铁站必须要做的呀，他那里比很严格的。你今天晚上做过吗？啊？今天晚上做了吗？做，今天做了呀，今天中午11点钟去做的呀。单管的。啊，才出结果呀。3点钟单管的还没出结果。我说才出结果，3点钟才出结果，不是刚才给你们看了吗？3点钟出了结果。啊。然后我昨天做的，是到下午1点半，啊不是才出结果，现在很慢的，你去医院做快一点。哎，那个核酸点是因为我是带复核，所以才给我做单管，对吧？然后我今天怕有什么情况，我自己去医院做一个单管。我每天都要去医院做单管。现在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医院里面做单管多少钱？16啊，16块钱。哎呀，其实我说实话，我这个东西真的各位别怕了，你怕也没用的，都会有的。时间问题，为什么要全民免疫？都不用怕，各位，得了就得了，得了你就休息，休息来你好了就免疫了。我现在不能得原因是因为我现在要培训是吧？我说不要培训，我直接先上班是吧？我得不了无所谓的，反正他那个也一定发工资呀，你得了他一定发工资。哦，得了你也发工资啊？对啊，我那个我了解过呀，他们那边地铁站有人得了，休息几天工资照拿呀，因为这个属于工伤呀。这个属于工伤。对啊，这我为什么说你让薛总过来拥抱你一下？干嘛？你不去上班，他妈你工伤你还得？不是啊，我现在在培训，你要参加，你要先上岗呀。我现在不能养啊，我现在培训啊。你要来干嘛？来我。你傻吧？你现在，如果你养了，你让薛总过来，你养了，你工资照拿。不是、啊、培训，你要上岗呀。你东西不学，你不弄怎么上岗呀？我上岗什么都不会，我怎么上岗、啊？兄弟们。我现在培训2天，我就知道这2天要干嘛，是不是啊？好，我今天没培训，我就不知道今天是干什么了。你们培训的话，会不会被淘汰啊？不会的，你想多了。除非你自己不干，你想多了。不是，为什么这么希望我被淘汰干嘛呀？各位，我赚点钱不好吗？不会淘汰的。而且我是在里面算比较优秀的，因为我比较聪明，学东西比较快，你知道吧？然后昨天那个营业女营业说她，女那个站务员说她，我已经可以上岗了，就是我学东西很快的。她干什么？怎么操作？你们整天是学的什么东西呢？说不太清楚。主要是说什么？哎，很多东西啊，她站务员又不是只是站在那里，站务员她要在那个接待处也要有人的呀，然后那个机器那些也要检查的呀。他又不是一天到晚就站在那个地铁站，那个地铁旁边的。就是人家问你换乘啊、换乘什么东西，你要跟他说。啊、就是服务台嘛，服务台那里也要上班的呀。他是换着地方来的，他不能一直在地铁边上的。有很多事情要做的。你这个相对来说啊，接触人比较多。啊。对啊，所以他天天要出现出示核酸啊。其实人多其实也不怕，因为都戴着口罩的。其实反而我觉得他们还安全，为什么？因为都是戴着口罩的，而且有测体温的呀。你进去他要测体温的呀。测体温没有？有啊，我说上班的那里来了以后先出示核酸码，然后测体温。哎，基本他们像这种很容易养，因为接触的人太多了。不好，也没什么人养，暂时。我阳了怎么了呀？我上班阳了我又不怕，我这是工伤啊，我休息拿工资还不好对吧？你是工伤啊？问题是现在没有上班啊。异地健身再进去谁是工伤？什么事啊？我们要是健身房团灭、他妈没工伤了呀。跟我没关系，又不是我搞的，他妈找薛总去找我干嘛？我现在是阴的呀，你现在出门你也找他，你找我干嘛？真的，你也找你啊？你们两个人是
是最大的问题啊！不要让我背锅啊！这个锅我不背啊！我搞笑，我他妈要我背锅了，我认识人又没阳，我是阴的呀！薛总不是我让他来的，真的。我上海除了认识你，认识王小白，我也工作室的几个人，我也不认识别人，我接触人很少的。在地铁站出来救人都戴着口罩呀，这个又无所谓了，戴口罩隔那么远又不会痒了。哦，谢谢 Backman 的飞机，谢谢 Backman， 感谢，谢谢 Backman 的飞机，大气老板。本来就工商，妈你们懂不懂？有些这个个别人懂不懂啊？那国事吴天，你懂不懂啊？妈的十三级。那牌子都没有，逼逼赖赖的。好，我的核酸是48小时，我是24小时。我比你。但是呢，各位，我从现在开始呢，我基本上不会做核酸了，我就核酸我就停掉了。最多就是哪天我感觉到发烧了，稍许有点不舒服了，发冷了或者怎么样，我就做个抗原，我核酸我就不准备做了，因为他们好像都不做了，那我也不做了，没有必要去做了。当然有的企业有的岗位它是需要每天，就是他们岗位是需要每天都做，我是不会去做，是少做，因为万一去做核酸反而对吧。啊，这个其实也几率也不大，戴口罩也好，这个其实也无所谓。主要是你要是万一让工作室知道你阳了，就很麻烦，都不会来了。我不想跟这些他妈的小杠精说话，这他妈什么杠精的人。什么在路上一次而已，我这是形容，这个不是工伤，但是他这个会发工资。我问问你，养你还是会发工资的，因为你是在地铁站养的话，那肯定是会发工资的。我问过乘务站务员，你我在那去光是培训啊，我还去要了解那边的情况是吧，干些什么东西，工作辛不辛苦，是不是做些什么事情，我会问啊，我又不是傻子，我那里我就光站那里。是不是我肯定会跟他们聊天啊，你打探一些情况啊，提前知道要做什么东西，上班怎么上的，待遇到底怎么样。赶紧把王琦赶出工作室，他接触人群多，起码要养好几次。他有上你们工作室吗？这个傻逼我真的对你无语，这个逼他妈的傻掉了。我跟你说啊，你这个逼啊，养的第一个就是你，知道为什么？因为你极恶报，你他妈有本事来名古路外去找我，他妈打你黑粉变死粉，不要以为你有个八级牌子就很拽。傻逼东西，他妈天天刷荧光棒身材的，长他妈又丑又猥琐，胖得像猪一样，还好意思说我？你怎么知道？赶紧滚过来！你怎么知道他？你听他说话语气，就说他是个胖子像猪一样的，他妈死肥宅啊！真是健身人是不会说这些话的，知道吗？你过来啊，有本事！妈的逼，八级逼逼赖赖。不是正式工，是外聘，但是跟正式工也差不多，因为你可以一直干。我问，就是你可以干到你不想干为止，你干满5年就可以休年假了。干满10年就可以休10天以上的年假。润包最近很膨胀，不然傻逼东西，最近有点膨胀的。不是膨胀，各位，他妈的，老是在挑拨，我不上进了，他妈的，我没人吸引火力了，是吧？他妈，然后一来了就让我吸引火力，妈的极恶报这个傻逼。我不是怼锤友，我是怼黑粉，而且这个人我跟你们说，这个人就是一个黑粉，而且是一个无间道，知道吧？因为他一直在挑拨我跟老板的关系，你发现没有？而且薛总也说你黑粉挺多，好黑粉要加他，然后就是准备给他洗脑。欢迎明总，欢迎明总来了，然后让他自爆，知道吗？黑粉现在挑拨薛总，给他点好处，让他在你直播间时候露个牛子啊，然后去说一些什么话之类的。薛总自己讲的呀，但是他没有加，薛总还算是不错，没有受到他们挑拨。但这也说不好，我跟你讲，万一哪天薛总爆发了，也说不好的。你黑粉有点多，我感觉绿毛早晚，这个你放心，不然，
他基本上喷的呢不太会对高等级牌子去喷，他要喷的话他去看，他第一件事情先看这个的粉丝牌等级有多高，等级牌高的他基本上不太会喷，不是基本上是不会喷。然后什么不是、啊、牌子低的我也不会喷，但是你这个故意挑衅对不对，是不是那肯定要说几句，就是人处是相互的嘛，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，那你这个故意找画面，那我肯定要说几句，我现在又不是工具人了，对不对，我现在是一个毅力健身的员工是吧，然后也是一个上班的人是不是，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，真的是而且我粉丝等级也比你高，等级高报了喷王气，王气是不是这个我跟你说，这个他相对来说呢他还是有点脑子，等级低也不会喷，我不是说了吗，你别先说我说的太过分对不对，而且挑拨离间这点我是不能忍对不对，那你说我也没关系对不对，你就会挑拨离间说什么膨胀啊什么的，我跟你说那就别怪我，这个头饰是我帮他弄的啊，不然知道吧，还是蛮可以的，哎，不然到时候买点课啊，来买点课，买点课试一下，多健身就不会阳了，不然有了，真的这个健身可以预防这个新冠，相信我。兄弟们，多伸伸牌子啊！就是你牌子高了以后，你骂他以后呢，就是他不会喷你了啊！多伸伸牌子，尽量伸一下。啊，这个傻逼，我早就看他不爽了，一直没说这几个字了，叫什么二八零幺，还侮辱旺仔白，他妈取一个，他妈的人家没告你侵权就算不错了，妈要是我绝对妈的把人告你侵权了。这可以记录是啥问题，报警查到你的 IP 地址和你叫真实姓名，然后去找你，对吧，妈侵权了知道吧，你看你头像也侵权了，姓名也侵权了，对不对，要不给你记着，还在这逼逼赖的，网络不是法外之地，不会的，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知不知道，老师你买点课就可以了，最好是买点课吧，你先买个十节课也不贵了，这节课的话也就两千块。你让谁买课？科哥呀，他说给我发个红包，我说不用了，你买个时间。谁给你发个红包？车哥说给我发个红包，等他发工资了。他不是车狗吗？变成车哥了已经，这么熟了。是车狗，但是我现在毕竟他帮我人要感恩着，他毕竟帮我找了个介绍的那个人找的工作去了，我现在还是稍微。对吧？稍微但是我又没说原谅他，是不是？我只让他先买课。我想什么车我变车哥了呀？现在是，那就不叫车哥了，车弟算了。那么他现在你让他买你课，你买不了，他买不了。他上次说了呀，他说他没发年终奖，发年终奖可能会买了。发了年终奖买？对，他是这样讲的，但是不是真买假买我也不知道。他给你红包你为什么不收呀？不是傻吧，不是不收啊，他说他到时候他说他发我给了个红包，我说不用给红包，你先买课就行了，是吧，哦你还是让他买课的，对，不用发红包，你买课就行了，你买个十节课就可以了，买课了我跟老板一人赚一万就好说着了，对吧，就是这个关系是吧，就慢慢的就有所改善了，是吧，而且你那也给基础报了是吧，因为你帮助了一个是吧晚上可能住不了工作室的人，他现在可以出来了，基础报了也不要多嘛，你要他买个对吧十节的，对，先买个十节吧，也不说多，你先买个十节可以了，支持一下啊，对啊，对，所以这小号他妈傻逼啊，我说这妈几号，他买个老板有钱的呀，他买十节课老板可以赚一千，对不对，妈的，你刷个火箭，他也就赚200块钱，对吧？要刷五个火箭的，这些黑粉他妈的真的是挑小事情，我真是烦死了。有朋友来这里找我，妈的，我他妈打你黑粉变死粉啊！五个，我他妈没钱呀，我有钱也可以买你课。关键是我现在要还信用卡呀，还有4万多信用卡要还的，我现在也没有钱买你课，要不你买点我的课吧？又当心不报了。算了，没关系的，吴总，不用买，不用买，我开玩笑的，不用买了。我还指望那个女会员等她这个阴了以后，给我叫点人买点看。谢谢芝梦，谢谢芝梦的6张办卡。感谢芝梦，感谢。那国统他妈的吴天他妈傻逼东西，
已经进入饥饿暴露时，我的天，十三级号在这找什么画面？过一边去。谢谢织梦的十二张办卡，大气了。啊、谢谢织梦的十二张办卡。别急啊，班长，等我发工资会请你吃的。我大概是下个月十五号发工资，我问了一下，下个月十五号发工资请。请谁吃？不然叶老板，他说吃海鲜面没问题的。女会员他妈还有两节课，怎么不会来了？你告诉我，那肯定会来的，而且他现在他还会买更多的课。相信我，小枣发了一个问号。哦，对，你还说过请小枣吃呢。啊，请啊，发工资请啊，这个又没多少钱的，海鲜面又不是请不吃，请啊请啊。哦，我先跟你说一下，海鲜面不只是一碗面。那什么？还有海鲜了。没有，我明天说是海鲜面，我没说海鲜。哦，就只局限于海鲜面啊？对啊，肯定是海鲜面，我没说海鲜啊，它多了一个面子呀。他的我工资本来就没多少，又还信用卡。又要刷礼物，他妈请吃海鲜，我妈身上剩不了什么钱、啊。海鲜面，那个我们那边海鲜面多少钱一个人？忘记了。哦，忘记了，海鲜面好像也要一百多一个人。没事没事，一百多一百多可以吧？没事，一百多还好。哦，这种我先把口罩戴上，我还是要预防一下，因为。你跟薛总接触了，是不是？会，我要先戴好。你也跟他接触了？我刚才我是背对着他的呀，背对着就没事了。他口水没喷到我脸上，他这个口水喷你脸上。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我在那里干个一年就有十三薪了。我问了，干一年，年底可以拿一万六，就这个外包的人员可以拿到一万六。干一年，年底可以拿一万六。对，就十二月份可以拿工资，全部拿到一万六，拿到这一个月。这么牛逼啊！包括第十三个月的工资和年终奖，再加十二月份。我操，那你他妈是发了呀！对啊，干满一年才有他的，所以他跟他们跟我说呀，你干一年才有意义，知道吧？你干完一年，他妈的还不如别干。所以我要一定要干满一年。是一年拿一万六，还是最后一个月拿？最后一个月拿一万六。十二月份可以拿，我想他妈一年拿一万六，就是我明年的十二月份我可以拿一万六、哎、那一个月知道吧、对啊，有年终奖呀、啊、不要小看这个工作，这个工作对长相气质身材啊，不是，我不说身材，对长相气质是有要求的，还有普通话。这个工作面试的人很多的，知道吧？他是优胜劣汰的。而像我这样子普通话特别标准，而且长相气质都比较好的人的话，升级也快啊，谢谢，是吧？我慢慢就可以升了以后工资会更高，就是不是六千的，现在什么管理人员一个月有八千，就是一天一个可以多三千块的，不是多两千块的，两三千块，我也不知道，我具体没问题，忘了。反正就是说，你升了以后工资会高一点，一天会多个百八十块钱吧。是的。哎呀，不要嫉妒，不要嫉妒，也没用。他也可以升职了，知不知道？你升职为管理人员以后，工资会更高。我问了。可以升职为那个班组长、督导员和督导主管的。班组长、督导员和督导主管，就是可以往上升的是吧？就我升到这个，就升一级，我的月工资可以涨到这个，是不是？就月工资可以涨一两千的。你升到那个高级，月收入应该差不多有一万。那么他像你这种工种，他们一个月最多拿多少钱？正式工的话，一年差不多有20万左右。正式工20万，我们差不多。那么你不是正式工的？一半啊，一半，十万吧。就是一年10万。八到十万吧。你算吧，一个月七千嘛。七千。那一年不是八到十万？哦，那你一个月他妈也可以拿七八千了。对啊，因为有加班啊，还有节假日啊，节假日是双倍工资、三倍工资呀、啊，你这也算呀、啊，五一啊。十一啊，元旦、中秋，是不是、啊、这些都节假日啊？元宵节什么的，七八八，你算呀，这大型节假日啊，清明节啊，对不对？
你算得到的呀，这节也蛮多的嘛，是不是？什么端午啊，是吧？国庆呀，是不是？而且以我的能力，我觉得我升个组长是问题不大的，因为我看那些人好像都不太如我，不管是口才、语言表达，那些天赋好像都比我差了。你还要升组长？还要升督导呀，还要升督导主管呀，这升级的。而且上班时间就是上二休二，也不影响，也不影响我有时帮你开车什么的。哦，我没到那个，我不知道地铁里面的工作可以赚多少钱，但是我觉得他妈的，如果真的是一年20万的话，我倒觉得真不错。你不是啊？你现在你进不去啊，正式工，现在没有正式工了，那是以前啊。而且正式工要是上海户口，而且是那个学地铁铁路专业毕业的，知道吧？而且是要有关系的呀，正式编制哪有那么容易的？而现在不招正式工。哦，要上海户口。铁路专业毕业，对，大专以上的嘛，哪那么容易啊？我在想，真的是一年20万的话，还真不错。所以你们不要小看站务员，那里面站务员都调子蛮高的，是不是？就蛮拽的，是不是？那收入不算低的低收入人群，所以不要小看站务员，站务员还有那个站务员助理呢。那大专以上的话，你他妈也不够啊！我是本科呀。你是本科？对啊，我跟你开玩笑的，我是本科呀。他们要这么讲，我不就是随他们讲吗？我是武汉大学本科毕业，所以我要升组长很容易的呀。只要是我表现好，我升的很容易的。我到时候就不是一个月拿7000了，可能拿到8000到10000都有可能，干了一晚上。我是有能力的人啊。一去那个站长就对我欣赏有加，一直跟我聊天。跟你聊天什么？就随便聊啊，问我哪里的呀，然后以前做过什么工作呀。你先别夹呀，你先放着呀。你把鱼都夹碎了，你他妈的会夹不啦？不会。我刚刚放上去。我把烤糊了。其实站务员最主要的就是要普通话流利，口齿清晰，这最硬性的要求是吧？其实就是长相气质要好一点。然后没有色盲和色弱，要身心健康，形象符合窗口服务需要。另外呢，不能有纹身，他这是硬性要求的。那你基本上是不了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嗯，对啊，不然也面试通不过了。他这个公司是属于上海什么石，叫什么上石公司？他妈的把，你好，把门关一下，好吧？他这个外包公司叫什么上石公司？我问了的，上石。上石。上石集团，对，上海上石集团。我当时去那个并进的楼就是他们的楼啊，那栋楼都是那个集团的楼啊。哎，你现在每天吃饭的话，他报销吧？有饭贴的。饭贴多少钱一个？不知道，反正有的，我问了，每天都有。上次我妈给了我200，还能吃2天。到时候你给我先吃下工资了，到时候没钱吃饭了，真的。这他妈的，你到底算属于地铁编制的，还是属于毅力健身编制的？我都属于，我两个编制都属于。啊，两个编制都属于。对啊，肯定。我他妈怎么不没听过？我没得到上级报道啊！啊，你到底是属于哪个编制的？都属于啊，这两个有没有冲突的？真的是。哪有他妈的吃两头的呀？有啊，肯定有啊！我能力强，我能吃得下呀。很多地铁，你叫地铁那个站的人，他会教健身吗？他不会教呀，他门口人的呀，对不对？他也不健身的呀。我当然可以两头吃了，我有能力的人呐，是不是？我在行业当过班主任，当过移动公司营业员、客户经理，做过电信代理商，是吧？然后我又做了这么多年教练，我是有能力的人。我还在保险公司卖过保险，是吧？那有能力的人，有能力的人为什么不能做呢？没有，我上二休二，是不是又不冲突？是吧？那上课我也不冲突。
咱们把那个东西稍微捋一捋啊。你上二休二，也就是意味着你两天是肯定不能在我健身房的。不是啊，我下班了就过来，我下班7:30啊，早上7:30过来或者晚上7:30过来，为什么在这个？你下了班以后到我健身房睡一觉也算上班呢、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就比如说你如果到我健身房睡一觉呢，也算上班？不可能只睡一觉啊，我7:30下班呀、啊，你还没搞懂啊？不是你搞，你没搞懂。打个比方，我今天是7:30上班，是不是？我是晚上7:30下班。嗯。我的健身房是7:30，我给打扫卫生、刷刷厕所、收拾器械。你7:30下班、你到我健身房起码8点。8点多。对吧？对啊，那器械要可以上班、啊。那8点以后，请问你上什么班呢？收拾器械啊，打扫卫生啊，器械不要整理啊，不要开门啊。然后第二天就是晚上7:30去上班，我白天可以整理器械啊，对吧？我还可以代课呀、啊。我他妈认识你到现在，你到我工作室，你从来没有白天起来过。好、啊，我想请问你，我这几天是不是5点钟？这几天你是培训啊，对啊。但是你在我这里上班，你没有白天起来过。白天不起来很正常，因为晚上太晚了呀。这妈的，我回工作室都4-5点钟、3-4点钟了。怎么上班就得有个上班样？他妈的，什么叫回来太晚了？哎，不回来太晚，他妈你也得有个上班样。帮你开车呀？不是、啊，帮你开车呀？就本来就晚上上班的呀。啊、开车回来都3-4点钟了，啊，再收一下器械，再练一练，妈4-5点钟、5-6点钟。谁让你练了？我让你回来练过。我是健身教练，肯定要练啊！那不练做什么健身教练啊？是不是？我这个没有骗人吧？你健身教练自己都不练，怎么知道怎么带会员？虽然练得不好，但是你起码自己要练，对吧？你才知道怎么去带。等我身体好了，我也来竞争上岗。谁啊？谁要竞争上岗？阿五。五个，你都说。就是那个二当家，你就不用竞争了，真的，你别竞争了。你要积福报的话，就买点这就行了，不用竞争，这个太委屈你了，真的不用竞争，别竞争。而且我还看一下那个叫，就是叫那个。代驾的价格其实还是不便宜的，我觉得我这份工作还是老板还是省的，他代驾不便宜的，对不对？叫代驾还是叫我划算一点，一个月代驾也没叫你几次。我知道呀，我就说划算一点还是。就我拿一下，我觉得我值得呀，而且我可以卖出去课呀，对不对？以后不要钱，哎，也我还不需要钱，是不需要交代价。我上二休二的话，基本上也可以帮他开一下。是的呀，是的呀，巨匠科技，是吧？1200几天，那边不止4000的，私教收入一个月，如果要能再发你的会员，一个月也可以赚几千块钱，是吧？你月收入过万不是梦。不是你各位，你们要有人买课才行，对不对？要有人续课才行。这个教练不是那么好当的，各位，真的，你不要以为教练这么好当。我是一个福星，是不是啊？我给别人带来财运和好运，是不是啊？上次英怪请我吃饭，他这两天说运气蛮好的，说请我吃过饭。哎，你可以让英怪买一点课。我知道呀，他现在最近有点忙啊，他是可以买课呀。对吧？他这两天很忙。英冠为什么不急呀、啊？一个个来呀、啊，是不是？别急啊，都会买的。先让这个女会员先等她转阴了，来续课呀、啊，上完了对吧？别急啊，一个个来。然后他再介绍几个人对吧？是吧？也不说多，但能介绍一个人也行，是不是？我一个可以变两个，两个可以变4个，4个可以变6个，以我的能力是吧？以我能，以我的口才，以我的真诚，以我的各方面的那个服务，是吧？没问题。我就得到宇哥的赞扬了。所以哥不要小看我，早就说我是潜力股，知道吧？我家有块地，真的以后几百万，是不是？我舅那个地已经真了，我家的地比我舅那个地还大。因为有些这个黑粉都要小看我，是不是？而且我还有个营业厅啊，是不是？国民说你是无用之人。他给我滚一边去吧！
你让他去电子公司上班，你看他在要不要他？你看他去要不要他？而且哦，还有一点，要人品端正，无不良的那个行为，什么抽烟喝酒都不行，什么打架什么斗殴啊都不行的，无不良记录的事儿，他进过那个里面，知道吧？然后一查就查到了，所以他是一名是不要的，是吧？都会查的呀，你身份证包括简历上都要写啊，写以后他就会掉、啊。就是活命是有案底的。啊，对啊，所以他也去不了。我还说他是无用事人的，是不是？本来还有工作也可以做，那个工资高一点，但是他休息时间比较短，是吧？什么工作？安检员。安检员。嗯。说安检员的工资还高一点。高，安检员工资高。安检员多少钱一个月？8000到10000。为什么安检员工资高呢？因为辛苦呀，他坐六休一8小时。他是这样上班的呀，安检员，早上6点下，下午2点，下午2点到晚上10点。加班的话就是早上6点到晚上10点，3个人两岗轮休，站半小时坐半个小时，工作强度不大，但是坐六休一。我上这个班，我有时间帮你开车吗？一直没时间，是吧？也没时间带会员，是不是？你晚上10点钟，会员不可能10点钟以后来呀、啊，是不是？而且他那个是提供宿舍的，就是包住，包吃包住，你看嘛，包吃包住呀。我还不是为了考虑，是吧？这边，是不是？我真是感恩的呀。什么劳保用品啊，牙刷、牙膏、沐浴露、洗发水、香皂、毛巾、护手霜、面霜，全部都有。还包吃住，那办理什么安检证、保安证都是公司垫付，做满6个月公司送2证。但是进过方舱、阳转阴、案底前科、裸露纹身的不要。所以我也可以适合这个工作，我也可以做这个，我这个工作也能面试的，对吧？我是考虑到这个呀，也考虑到去健身房，考虑到帮老板，是吧？有时候是吧，开开车什么的。所以我是一个感恩的人，知道吧？如果我不感恩的话，我就选这个工作了。所以你们再也不要说我不感恩了。当时那人还很惊讶，他问我确定是要选站务员，不是选这个吗？他这个工资高，我说我就做上海车的人，我不要做安检员，对吧？他就很吃惊嘛，说你为什么不做那个工资高呀、啊？那个是又包吃包住，还说我不敢了这个人。也不叫没编制，他们是属于外包，也不叫没编制。可以一直干的。我问了你，只要干到，你只要不出什么大的问题，比如说你打架呀，是吧？斗殴啊，你反正不违反那些东西，你反正可以一直干的。年龄我也达到了，他年龄是19岁到39岁，我年龄也达到了。那他又没说要什么30岁以下，对吧？形象不能太邋遢，这个要求有点搞笑的。我的形象不邋遢，当然安检员就是他的地位肯定是不如乘务员高，站务员高，是吧？站务员就是地位会高一点。是的，巨阳科技，巨阳科技，你积福报了，巨阳科技。你最近会财源滚滚，好运来，知道吧？你积福报了，巨阳科技。你想想，你最近是不是这个各方面要顺利一些？各位，所以帮助我的人就积福报，知道吧？不帮我的人就积恶报，知道为什么？因为我是一个善良的人，我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人，我是一个好人，所以帮我就是帮自己的。所以巨阳科技，你最近会发财的，相信我。对啊，有工资拿。地铁下面冬暖夏凉有空调，这个吃了可以吃了、这不挺好的吗？身高的话我虽然没有1米7，但人家觉得可能觉得我还行吧，反正也要的。你们进去以后他有量身高的这个项目、不用量，面试他看你能过就过，他会目测的、他也不是硬性要求身高，
还是看你的整个人的。面试的时候他问你一些什么问题？什么都没问，直接说填选哪个地方。哦，直接说填选哪个地方。因为他看了我的填的东西啊，我武汉大学新管理学院毕业，从事过什么工作，我全部都会写很清楚的呀。嗯。他一看我这个能力这么强是吧，还面试个毛啊，直接就然后再看了我两眼，结果长得也虽然戴着口罩，但是他觉得我形象气质比较好嘛。嗯。然后就过来，嗯，一句话都没跟我说，问都没问，而且那个人大概是50多岁吧。这么牛皮啊？嗯。应该是个领导。就直接过去以后，直接就跟你说，填选哪个地方。对，他问我有什么问题吗？哦，这个属于器重你。他问我有什么疑问吗？我说没有，有亲和力啊。我这人大家一看就觉得我有亲和力，就适合做这个东西啊。人家五六岁见多识广，什么人没见过？这个不像这小黑粉，他妈的像傻逼一样。我这人生来就比较有亲和力，就适合做服务行业。我当时在移动公司上班时候也是的，比较有亲和力。就比较阳光，然后人家一看就比较和善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是做服务行一个硬性要求。一看你这个人就凶神恶煞或者不好接触，这就是你这个做服务行业都是不要的，是不是？天生脸就是那一副比较就是和善的脸，就是比较怎么说的，可能就是比较阳光亲切的人。我面相面由心生的，就对我是一个善良之人，看面相就知道，每个人。要面善，我才是有负责任。绿毛是玫瑰，而且没女人喜欢。遭人唾弃，世间最差。红蜜说的。没有啊，他多说点再极恶报呀，就这么简单呀。我现在不说他，他说我说多了，他哪天是吧？妈掉马桶里去了，也是有可能的。哪天妈的是吧？带个狗吃屎也是有可能。多说点红蜜。后面我跟你说一下，做人呐、啊，真的你要积善行德，知道吧？运气会好一点的，是不是？你天天说别人坏话呀、啊，天天恭敬女主播呀、啊，是吧？这个对你运气没啥好。嗯。你过年的时候，你们如果没地方去，你可以去红兵家里。我为什么要去他家？你们我为什么要去他家？崔总说他在背后说我坏话，为什么要去他家？那你过年时候怎么去哪里？我过年的时候，要么就地铁站上班，要么就回工作室休息。我还去哪里啊？昨天在公司不呀、啊？你为什么去他这的？我为什么要去他这呀？妈的，还在背后说我坏话的人，我为什么要去他家的？你告诉我，我又没说他什么了，是不是？从此以后，对吧？他还在背后说我，而且我说句不好听的话，他跟薛总很熟吗？他跟薛总很熟吗？请问，他的一个不是很熟人面说我坏话是啥意思？还是背后说，当然薛总人也不错，他没有说他说的内容，可是他只不过说红兵本人也说你一些坏话，对吧？我相信薛总不会骗人的，他跟我跟他又没什么利益关系，对吧？他骗我干嘛呢？说不定他说你坏话呢，谁又知道呢？是不是？他只是不敢说而已，或者是对吧？说不好的这东西，他的什么东西那时候什么发鱼吧微信截图，对不对？你看我现在跟他说话，我跟他说不说什么？对吧？我不想说什么，我看他发什么截图，以后他哪天又发病了是吧？不爽了，肯定又是带节奏发截图。你看你还有什么好发的？对不对？做人那实在点兄弟嘛。自己为什么这么多年不是很顺？你自己没有想一想？你都是在做一些负能量的事情，知道吗？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你听我扫墓。他说我不想说，你妈的逼逼赖的，有本事来干我呀，兄弟！他上次来了，我也没见你干他呀。没有啊，他没说我呀，上次。这最近薛总说的，说我坏话。哎，我在十里应该是见识的。哦，帮我还一下。我不发狠的话，我发狠的话。做人差不多就得了。好了，兄弟们，明天晚上播，明天晚上播。我操，有点冷。明天晚上播啊，走了走了，下了。哦，等一下，我伞没拿，我再给你开。拜拜拜拜，因为明天我扫墓去了。
唉。